Ich habe Deutsch für 5 Jahre gelernt. Zum Zusammenarbeiten mit Schülern. 正正就好似大家今日一样，花咗咁多时间去了解我，好似一样花咁多时间去拆得大闸蟹，就正正想去中间入边嘅糕。我就好似大家心目中嘅蟹糕啦。我想今次呢、我們的佳麗剝出來的蟹就真的充滿愛心的。我已經呢預備了好海蜇了，超多蟹膏。海蜇有些膏的精華包住了，也 OK 的。